11-1提前结束，蓝队2-0拿下了排球的胜利。我们是特别花很多时间去练习的，我们就觉得要血耻，我很想要赢下，这个是血耻的机会。千万不要放弃，哭没关系。现在我们就是扣，我们就是输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。